大家早安，今天早上来到市府前，市府前最近的活动比较多，那这个就是四年一次的撞教，前面有日本的教父哦，好多 OBS， 不是，应该是小唐人或北小唐人，看来啊，我可能是来晚了。好位置被占光了，今年的车改停这里哦，哦，用欧卡再来的，而且欧卡比较大台，嗯，还有游览车。好荣幸再度能够来到这里主持这个极具特殊意义的活动。皆様こんにちは。本日はご来場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は今日の司会を務めさせていただきリオカレーと申します。こちらは私のパートナーハルさんとです。ハルです。皆さん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今回の交流イベントの幕を持った松山的那大使の松本リオさんと吉中すみれさんです。那么第一个出场的可以看到是我们美丽的松山市宣传大使松本碧央小姐及郝永纯董小姐所领着的欢迎交流布条，我们欢迎他们。続いて北小通りの姉妹と太鼓の故郷新さんの皆様です。那么后面跟着出场是我们北小唐人狮鲁太鼓队，那么待会呢我们太鼓队也会有精彩的演出，让大家一起拭目以待。その後ろには松山市議会議員の皆様、そして松山市からの訪問団の皆様です。那么在后面接着是松山市议会的各位议员，还有来自我们松山市的各位代表。皆様ようこそ台湾へ。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来到台湾。はい、その後ろに見えてきたのは日本松山おみこし団体、先頭は粋な姿、祭り姿で身をつるんだ総責任者の西岡総代、須田人副総代、野本副総代、清水副総代、米野事務局長、福井事務局長、その後ろには東郷八丁会総代付きの皆様です。那么接下来出场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主角，我们要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以勇者祭典这支现身的总负责人西冈总代。跟随在我们西冈总代后方的是须田笔头副总代、野本副总代、清水副总代、秋山副总代、美野事务局长，在之后则是我们道后八品会副总代的各位，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続いておみこしの登場です。最初に登場したのは道後村大みこし会、上に乗っているのはなんと我らの台北市市長長間賀市長ではありませんが、小市長は道後村大みこし会のおみこしに乗って登場です。後ろは李華市長が乗っています。接下来进场就是我们四座神教以及神教手。各位现场朋友，我们看到第一个进场的是道后村大神教会，那么站在上面是我们台北市长蒋万安市长，以及我们站在道后村大神教会的神教后方则是我们林义华副市长，也站在神教上，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この道後村大みこし会は巴の門を白く染めぬ家であったハッピーをもとに、維新同体を合言葉に、渦を巻き大波が打ち寄せてくるような立ち合わせは見応えがあります。走る見越しにこだわる道後村大みこしをどうぞご覧ください。道後村大神教会是用漆黑的教研黑色法衣，在上面呢搭配染白的八纹特征，他们的特色是力道强大，扬帆会十足，团结成就一座奔跑的神教。每一位神教手呢都将一起同心这四个字铭记在心，团结一致的迎接每年秋季的到来。2番手は北高等人大みこし連合会、みこしの上に乗っているのは前方松山市野志勝彦市長、
后ろは副社長李四川副社です。那么大家看到第二座神教是金色的北小唐人大神教联合会，在在神教上是我们松山市的野村克仁市长以及李四川副市长，我们欢迎他们。北小唐人おみこし連合会は獅子舞そして迎え太鼓を演奏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る補強審査太鼓の皆様と一緒に松山においても地域一体の素晴らしいお祭りを行っています。リセル祭り優勝な鉢合わせを目指し紫のハッピーが広まる北小唐人大みこし連合会をご覧ください。北小唐人大神教联合会是用神教之女地区的祭典，道后的祭典跟松山的祭典，华丽的祭典以豪气的壮象祈福为目标，紫色的法衣漫天飞舞。我们稍后呢也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北小唐人大神教联合会精彩的表演。三番目は落ちた連合大みこし会、みこしの上に乗っているのは渡辺勝人議長、そして松山観光コミッションの大塚会長です。第三座神教大家看到是金色的。大下連合大みこし会は強く美しく鉢合わせを信念に上げ走るみこしとして同胞の秋祭りを盛り上げています。力強くぶつかり美しく押し合う大下総合連合大みこしの鉢合わせ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今年联合大神教会明年就要满复兴30周年，一直以强而有力华丽血气为精神朝奔跑的神教表演。続いて小唐人大みこしの上に乗っているのは大師寺議長と台北市観光デバス局の王朝と局長です。鮮やかな赤は役とばがあり活気をもたらす色、老後で唯一の紅みこしの登場です。伝統と文化を継承する小唐人大みこしをご覧ください。那么最后进场的是我们本次祈福庆典唯一一座红色的神教，是来自于小唐人大神教。站在神教上的是我们戴喜庆议长以及台北市观塘局的王秋冬局长。那么小唐人大神教充满气势的运作神教，继续传承地域的传统及文化，也请大家稍后可以欣赏小唐人大神教。三，パレードが始動し、今台北市政府。誕生前に日本松山市ロゴのみこし4基を背を揃えしました。議員を乗せてのが書き上げが実施されております。皆様盛大な拍手をお願いします。好的，我们的游行呢也即将进入尾声，现在所有贵宾乘坐的这四座神教都已经来到我们市府广场的舞台前方，各位现场嘉宾，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タイミングで行って
宗教仪式的过程中呢，双方的这些康教父们呢，会互相的来喊话，要对方呢，来转过来，来，不怕你哦。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回合的北小唐人大神教联合会对道后尊大神教联合会。他们在海珠一星投底之后呢，用了我们台湾的话，来邀请对方的神教呢，请你转过来，放马过来的意思。是的。
百公斤哦，所以那个撞击的力道是非常大的。因为呢，他们这次是来台湾啊，做一个友好的一个交流表演啊，所以他们在力道的使用上啊，稍微轻了一点点。在他们日本的这个道后的正式在秋季的时候，有个秋季祭典的时候呢，他们是尽尽尽全力，用尽全力的在撞。对，所以往往呢，在撞击的同时呢，就会把那个扛轿的棍子给撞断。是，我想他们也入境随俗，平常他们是讲扩一扩，就是来，他们今天直接用我们的这个大家都听得懂，来来来，来互相喊话。所拥有的啊，这个大神教。坐飞机哇！我想大家今天都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的热情，所以其实我们这些长教夫们真的是充满了活力跟生命力。我们也要非常谢谢他们在今天可以来为我们带来这么有生命力的演出。はい、応援の方もついてください。応援もついてください。接下来就是有互相喊话的部分。因为这个要扛起这么重的神轿呢，他们必须经过呢，多次啊、多次的一个重复的练习，才能够大家同心同力，是，然后一起呢，把这个神轿呢扛着，然后往前呢来跑步，然后跟对方来做对撞。是，他们强调就是一体同心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要建立起一个团队的默契。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其实对他们每个村庄啊来讲呢，都是把这些男孩子的这些活力呢全部集中在一起，来做一个庆典的一个活动。在告诉他们同伴说啊，我们来到台湾来做表演啊，一定要让我们台北市的市民啊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等一下一定要勇敢给他撞过去。真的很大哦。这个可以说啊，是这个重力加速度啊，在300个人这样的一个。
个推动之下，这个神教啊，它是一个无法控制的一个啊移动的一个那个力道。他们这个神教呢，两个神教呢，各代表一个意思，一个是代表的是农，一个代表的是商。在古时候呢，他们这个两个神教，一个农，一个商。如果说呢，壮丽的那方是农的话，代表说他们的隔年呢，农业会特别好，对，五谷丰收。是。那如果是商的人的话呢，他们那年就会那个生意兴隆。生意兴隆。特别准备了我自己手中准备的这个大神教的一个祈福袋，
那这个袋子我想在台湾是买不到的啊，也只有参加这个这次撞教体验的好朋友们才可以拿得到。好的，我们再次先给我们所有的扛教部门一些掌声好吗？6回でもすごい迫力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准备好，来抱着神教。还没有要动哦，先抱着。先抱着。一二三，好，换成我。再次。一二三，罗师兄反対向いて，罗师兄反対向いて。扛着。我是杰哥，哎，要撞了，来移动，来，移动，来碰在一起，哇，有一下，哦，有一下，好，扛着哦，接下来扛30分钟哦，我们休息一下，让大家休息，我杰哥，他们上面慢慢来，有一下，这个是中日友好的最好的见证，有一下。これ、你三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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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啊，台湾的这些啊，男壮丁、女壮丁，大家都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棒。好，时间关系，我们画面就到这里。优秀，我们下回见。